家好，我在大陆刚刚隔离满2个礼拜，而且今天早上刚刚打了科兴疫苗第一剂。你这保护太周到了。核对一下名字啊，叫洪秀柱，是的，对吗？啊，等一下打左手臂。这个要打到多高？三角肌。今天我们打的是北京科兴啊。北京科兴都是认证的。都是认证的。现在没什么表情好看，戴了口罩，戴了眼镜。好了，衣服拉住好了，自己拉一下啊。好，放松啊。压住啊，好了，好，好了，明天压住。对，明天压一下啊，要留观半小时的啊。本来打针就怕痛，就一点都不痛，而且非常顺利，非常的感谢。